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刚才在片头照片上看到那个人呢，就叫做白宗毅啊。可能很多人呢就不一定熟悉这个人，不过喜欢古玩字画的朋友呢，就应该对他不会陌生的了。白宗毅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画家来的，他就比较擅长山水花鸟，尤其是擅长墨画。现在在广州的很多古玩字画店呢，都会看到他的作品的了。白宗毅是1894年出世的，他老豆呢就前清的官员来的，他自幼学画画，所以琴棋书画呢他样样都精通的。但是在1929年的6月14号晚下，白宗毅呢就从天津中原公司，亦即是而家的天津百货大楼7楼跳楼啊自杀。后经调查，白宗毅是自杀就无疑的了。呢件事呢本来就好简单嘅啫，但佢令到啲人津津乐道呢，其实白宗毅自杀就引出咗一个当时嘅社会道德问题，亦即是我哋而家讲嘅第三者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呢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来的，所以甚至有些人就将这件事改编成相声啊、戏剧这样来演。这件事它有什么这么精彩的地方呢？我们看下去吧。白宗毅堕楼这个故事曾被著名相声演员张秀臣先生改编成长篇单口相声，是民国年间天津最离奇的一宗公案。相声里面的故事讲的是直隶督办储玉珀的哥哥储玉凤和天津八善堂堂主杜少山相互勾结，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抢走了落魄画家白宗毅的妻子常玉英，白宗毅走投无路跳楼自杀。到后来常玉英的哥哥常志英上任天津警察厅厅长，这样才得以报仇雪恨，枪毙了杜少山和储玉凤。但是由于是文艺作品的改编，白宗毅的故事还是显得迷雾重重。当年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1929年6月14号晚11点半，中原公司7层顶楼花园正在放映电影《情人梦》，画家白宗毅突然从楼上跳下，当场死亡，怀中还收了一封控告状。这封所谓的控告状呢，其实是白宗毅的一封遗书来的。在里面呢，他除了表达自己的苦闷和无奈之外呢，还真的就控告了两个人。不过这两个人呢就一定不是储玉凤和杜少山的了，是另有其人。是哪个呢？在这里卖个关子先，后面先讲。讲回转头，文艺作品呢就有时真是作大来讲的，不过不作就没得讲嘛。所谓源于生活就高于生活，炒作炒作嘛。不过也不要这么离谱才得的。储玉凤和杜少山的故事是发生在1927年，而白宗毅的故事呢就发生在1929年，足足差了两年时间，离谱了啲啩。我们还是看回下真实的事情是怎样的啦。这样演绎和真实故事之间的距离就显露无疑了。因为在相声里面，白宗毅跳楼的时间是1927年6月，被足足提前了两年。报道中白宗毅的妻子亦都不是叫常玉英，而是叫金桂松。另外1928年4月储玉珀就已经离开天津，杜少山亦都已经在1927年12月23号被常志英枪毙。常志英亦都没有妹，所以可以肯定这宗案和储玉珀、杜少山以及常志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样白宗毅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白宗毅北京人，自幼父母双亡，却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一位姓金的老师很喜欢他，毕业之后就留他在学校做教员，并将自己的女金桂聪许配给他。夫妻双方感情好好，两人婚后生有一子，
起名白壁。白仲毅有一个由细玩到大的好朋友叫叶子鹏，两人都是金老师的学生，金老师亦都好鍾意佢。后来在白仲毅的提议之下，白仲毅和叶子鹏两家人在北京合租了一套四合院。白仲毅在自杀当日的日记里面是这样写的：我父母俱亡，得为我者只有妻子，妻已绝情，我为妻子绝情牺牲而死。这样妻子的绝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925年春天，白仲毅被学校辞退了，只身一人来到天津，生活很艰难。1929年农历五月初四，金桂聪接到了白仲毅从天津寄来的信。白仲毅在信中要求金桂聪来天津。金桂聪收到信之后，于五月初六在给白仲毅的回信中说：死也不离开北平。这个就是所谓的妻子绝情。因为两日之后，五月初八这一日，白仲毅就自杀身亡。妻子不愿意来天津会导致自杀吗？妻子又为什么不愿意来天津呢？当时的报纸对这件事的报道标题是帮助自杀。所谓帮助自杀，就是先没有打算杀人，但是一逼就死，这个就是帮助自杀了。喂，帮助自杀啊！当时报纸咁样嘅提法啊，似乎概念模糊啊。自杀都仲使帮助嘅，帮亲就叫帮凶啦，要承担法律责任嘅，大佬有冇人咁样讲噶？喂，唔该帮帮手，推我落楼啊！讲出嚟都俾人笑啦。白仲毅嘅老婆唔肯嚟天津，就叫做帮助自杀。讲到底又唔系白仲毅自己嘅问题嚟嘅。原来白仲毅独居天津，心情本来就好差，后尾又怀疑妻子金桂聪同好朋友叶子珀通奸有嫌，又将妻子坚决咁拒绝嚟天津当作系佢同叶子珀通奸嘅具体体现，因而大受刺激先至自杀身亡。亦都因为通过以上证据，地方法院对金桂聪同叶子珀提出起诉。但是对于法庭的指控，金桂聪同叶子珀当然不服呢。在法庭上，金桂聪对于关于死也不离开北平的解释话，是细路仔有病非常严重，如果死了自己留在世上都没什么意思了。因为白仲毅信中提到他同叶子珀通奸，毁他名誉，所以信中言辞难免激烈了一点，但是那些都是暂时的绝情。金桂聪同叶子珀完全否认两人有嫌，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最后一日的法庭调查中有这样一段话：法官问是否不离开北京是因为恋奸不义，金桂聪竟然回答话是。随着法庭的调查，更多的真相被揭露出来。刚才呢，我们就卖了个关子，说白仲毅呢就有封控告信，上面就控告两个人，一个就是白仲毅的老婆金桂聪，另一个呢就是白仲毅自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叶子珀。白仲毅控告他们两个呢就通奸罪，通奸罪在当时很紧要的。在乡下，女的就要浸猪笼，男的就要食甲棍，法律呢亦都惩罚得很重的。所以金桂聪和叶子珀就打死都不肯认的了。至于他们两个人呢有没有什么路啊，那么这个事呢就真是天知地知，总之呢就第三者知啦。但是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金桂聪掉出了第一个炸弹。他说白仲毅的死是因为他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一受刺激白仲毅就会发病。
叶子珀的妻子亦都证明白宗毅曾经在他身后画过像，然后哈哈大笑，后来又将画像撕烂了。他认为白宗毅有精神病，最后白宗毅的仔白璧亦都证实父亲有精神病。这样白宗毅的精神病是否属实呢？白宗毅在天津的房东说白宗毅和平常人一样没有失态的举动，亦都不拖欠房租，看不出白宗毅有什么精神病。跟着金贵聪在法庭上又掉出了一个更大的炸弹。白宗毅生前向金贵聪的妹金贵卿求过婚，金贵聪说白宗毅认为他绝情是因为在信里面金贵聪再一次拒绝了他帮忙向个妹求婚的请求。但是法官认为白宗毅的求婚行为是在三月，而白宗毅的自杀时间是在五月，时间间隔较远，在临死前亦都没有提及求婚的事。白宗毅冇可能是因为求婚不成而死的。法庭呢就冇采纳金贵聪的陈述，但是呢亦都找不到什么证据说金贵聪和叶子珀就犯有通奸罪，于是呢就放了他们两个。嗱，咁又唔係，咁又唔係，咁到底白宗毅自殺嘅原因係乜嘢呢？呢樣嘢就更加之引起人們嘅關注啦。咁樣白宗毅跳樓自殺嘅原因究竟係乜嘢呢？白宗毅跳樓自殺嘅直接原因，首先唔應該係儲獄房當時嘅欺壓脅迫，只不过因为储玉珀统治天津的时候口碑太差，招致群情愤恨，所以才将这件事推到储玉珀家人身上。白宗毅跳楼的真正原因始终没有结果。不过随着种种事实的推测，似乎已经让人找到了答案。生活困病，事业无成，爱情失败，精神失常，爱子重病，心生怀疑。但是这些仅仅是一面之词。逝者已去，究竟边个杀死了白宗毅呢？或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个是对这个案件最客观而又最无奈的结论。白宗毅自殺的原因，從客觀上來講，當然有社會因素啊、夫妻不和因素啊等等啦、啊。但是主觀上的原因才是重要的原因。中國著名的老畫家哈佩魯先生啊，曾經啊講過，白宗毅應該講是一個很有才華的畫家嚟嘅。如果他不是想不開自殺的話，到今日可能亦都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不过想不开这件事呢就真的很个性化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的嘛，每日都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喐一喐就说想不开，喐一喐又说要爬这条桥，爬那栋楼，要生要死。这样的话就累人累物咯。当然啦，
我哋可能唔能够战胜天，亦都唔能够战胜地，但系我哋可以战胜自己，可以去把控自己噶嘛。人呢，讲到底一句话，谂开啲，开心啲，生活就会精彩啲噶啦。好啦，故事就讲到呢度，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各位观众，拜拜。